刘涛是一位有实力有气质的实力派女演员，她的演技绝佳，长相优雅大气，再加上出众的衣品，自然会给人以浓郁的大女人韵味。这次她身穿一袭黑色西装，搭配上白衬衫，干练利落，展现出职场女性的正式因素和潇洒不羁，但是在细节处又彰显出小女生的娇俏可爱感。黑色的西装外套低调稳重，显得她的气质超级的强大，而且在视线上面也显得很有一种霸气感，与白色的衬衫PK， 营造出出众的视觉感，加上其带来的一种飒爽风姿，又流露出一种高冷御姐范儿，看起来超显气质。而白衬衫利落干练，挺拔精致的版型设计也能够很好的彰显出女性的身材，裤装也是修腿的西装裤型，整体穿搭和谐统一，又带来潇洒不羁的风情。留着一头披肩长发，配上这肤白红唇的美妆，时髦有个性，这衣品真的是让人不得不服啊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